我记得 Mark 不是跟你对喷过吗？什么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节奏王 ，Mark 不是跟你对喷过吗？什么时候对喷过啊？打 rank 都忘了是吧？都忘了，你不说我都忘了了。你怎么老是提起伤心的回忆啊？节奏大师来了，胡家乐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胡家乐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没当职业选手，你绝对是个黑子头目，多一条王牌，纯他妈黑子头目。你知道他在 DM 的时候就是你的黑子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纯他妈黑子头目。哎，撂个撂，我去，我操！夹塞拉夫，我操！以各位最擅长的方式寻找。能别吗？来了来了来了，你能来吗？能来吗？弄来了，这个。假装不知道呗，你吃个车我们干。嗯，打野来了，看瞎子吧，看瞎子吧。看他看他看他，看瞎子看瞎子。哦，没事。瞎子。哇。啊，他。你们可以进去，我进去放养，哎，你选，你选，你选。我在看，可以越啊，可以越。我们三级的那个宁王可以越。好，哎，我死了都行，我死了都行，把他灭了吧。我怎么说？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瞎子被杀了。我加闪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几秒就进来，几秒进来，两个都没闪，这个呗。扣！我操！哎，我操！我的头。再来，怎么说？可以，他没 W 了。来，我 W，W，W。我帮你扛一下。我操！哎，我帮你挡克。哎。哎，牛王，你这个 Q 续的，完蛋！没事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问题出在哪儿了？我以为那个 B 盲僧会 Q 过来，我捏着 Q 想那什么，给他打下来。他辅助不在了，那把他下路直接干了。可以直接越的，你来一个就可以了。什么意思？他辅助不在，我来了，我 W 还没好 ，W 还没好，把他赶去，把他赶去。把他赶去，我们就在这吧，就在这玩。他们打野这儿啊，我再来，打野有什么下来，但是我可以蹲。把他秒了，先把他秒了，三秒克。那等你克，扣几秒？啊，他被打了，走吧，两秒克，可以麦克。那就 AD。AD，我没看到。哎，瞎子也可以，打盲僧。来。拉下，再拉一下，还有技能吗？拉下，等我扛，完了，刚刚一直没开。我操，等我，我没扛了。等一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等一下。这拉是刚往下靠，完了。我操，把我塔杀了。我说我来扛，不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被那个小兵卡位了，我的啊，我想多 A 他一下，然后被小兵卡位了。没眼，他都没眼，他还没眼色。没必要吧？你要这样子也可以。这个鱼想靠，可以杀这个墙。这样子没有。鳄鱼想靠哦，鳄鱼刚靠。左边有鳄鱼，鳄鱼快到。我养护你。盲僧这边好像。我踢了，我再往下。我看这里的墙，你们小心哦，看一下墙。先拉起来。拉起来。我帮你晕一下，我叫闪。没问题，还能打不得，慢慢的。追他呗。等一下，在这等他。哎，又急了，我操！又来一个，牛！来，那小龙吗？No， 装什么？来了，装什么？踢了，妈不带线了，我操！干嘛？我也来了，加谁的？杀谁？我看不了。我也能看，想杀谁就杀谁。完了，我冲！我晕一下吗？看我这里，找一个。鳄鱼没咬，往前走。哎，走！我操！冲完了！我操！我这个冲的很快。OK。要五杀不？五杀。哎，我还真四杀了。我一般要跟对面打字，你知道吗？要他送个五杀。你爸爸上路玩个肉就行了，都说。哈哈。就给你上路爸爸玩个肉，那随便进视野赛啊，对吧？你不说没去接待吗？我操，马克非早点来啊！你早点来，我这个抖音也不会全是我了，绝对全是乐。这三个名肯定吹不了。我想开什么吗？我
我在看一下，开开开开，我操，这么快反应吗？躲他躲他，算了吧，小心瞎子踢你吗？我没到，哎，他三十岁，起码没踢的话越了吧？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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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等我闪，好，没闪我操，差多久？我可以硬的，给我那个。鳄鱼，我帮你打波，我再帮你，我先帮一下波火。我先丢了，我30秒 TP， 有 T， 我15秒到，对不？我不，我这个，等我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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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位置，看我位置，我要开了，我要开了，我要开了，来看里面，看里面，开进去，开进去，有没有大？有没有大？有没有大？没有，2秒。但给你 W 应该能烧吧？中路吧，感觉大。我靠！哎呦！哦哟，他过来把龙抢了，然后点投降了。还没有吧？我抢到了他，可惜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跟他打 BO9， 他们都得跪下叫爷。